来看到美国一项40万人大规模研究显示，常喝咖啡比较长寿，能够降低死于心脏病、呼吸道疾病、中风、糖尿病、受伤、意外或是感染风险。研究中发现，相较于不喝咖啡者，每天喝2到3杯的男性死亡几率降低了10%，而至于在女性的部分，降低了13%。其中效果最好的是每天4到5杯咖啡的女性，死亡几率降低了16%。不过特别提醒了，医师说喝咖啡要注意糖分还有奶精的摄取才是真的健康。